不爽当凯子，折腾狂 K 女友十分钟。干嘛？跟男友吵架了吼？对啊，妈，我觉得他有点小气耶，要小心小气的男人哦。为什么？新闻有报说，有个男的前年参加同居女友妹妹的庆生会，算他时，女友要他多分摊一点钱，他就不爽哎。女友回呛，要不然我把钱还你嘛。他回家就暴怒，拿椅子狂打女友的头和脸十分钟哎，害他嘴唇裂开，下巴骨折。这男的爸爸听到惨叫，赶紧劝阻，结果反而被逼帮忙看守。他爸只好做客厅守夜啊，早上经不起他女友哀求，才让他就医的。这么恐怖哦！你才知道，挑男友眼睛要张大点。